三二一，请看。这个已经不能穿了吧？妈妈，你在做什么？讨厌呢，妈妈真是的，怎么一直看人家的那个？我只是在确认有没有破掉而已，旧了就要丢掉啊。哎，小西，你还记得这件内裤吗？当然记得，这是人家最喜欢的动感超人内裤。不要擦脸，我会收集动感超人的内裤，简称内集，就是从这件开始的。可是已经穿很久了耶，松紧带已经松掉，而且快破了，你就丢掉吧。不行，还可以穿，还可以穿20年呢。什么20年？就算长大了，你还要穿吗？可以守护人家的大象跟豆皮寿司还有屁屁的，只有这件动感超人内裤。说的没错，我的正义没有燃烧殆尽，我还有能力再上战场。这件内裤还能穿？不要用内裤说话。穿的时候要轻柔啊。哦，真不愧是新之助，那就是耐穿的秘诀。可是耐用的屁屁，我已经要教你你穿内裤的方法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，人家的大象跟豆皮寿司还有屁屁充满了勇气跟力量，果然第一件动感超人内裤就是不一样啊！看吧，都快破了，快脱下来！如果在外面破了，那多不像话呀！这件还可以穿，我要一直穿，一直穿，穿到这件变成薄纱，就像妈妈的透明小裤裤一样。这件本来就是透明的，反正就是不能让你穿快要破掉的内裤，你快点脱掉，快点，快点脱掉！终于露出真面目了，美颜大屁屁怪人！小心点，请记住，大屁屁怪人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世界上的旧内裤统统消失。那怎么可以？要让你见识动感超人内裤的力量。快上吧，新之助！动感内裤，攻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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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感超人！这么激动好吗？你珍惜的动感超人内裤会破掉哦。动感超人不可以输。看我的动感内裤光束，动感内裤光束，内裤光束。内裤光速，停下来！内裤光速，竟然拿出剪刀了！要丢掉旧内裤的时候，就要剪成碎片后丢掉。妈妈的薄纱内裤竟然被剪成碎片了，真的太残酷了！如果再待在这里，会很危险的。好吧。剪住，等一下。小心你来了。房间在哪？不要把我们合在一起这样。小西，你心情很好哦。看得出来吗？穿着动感超人内裤的话，屁屁的状况很好啊。那件内裤是？虽然很酷，可是已经很旧了吧。这件内裤不就是最早推出的动感超人内裤吗？序号是3。一直盯着我的屁屁看，我会害羞的。应该是第一集播出的时候推出的超珍贵内裤。风间，你好清楚哦。因为亲戚的小孩也有，但是穿久了早就丢掉了。风间，人家好疼疼。对不起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动感超人内裤旧了以后会变得很和谐啊。不是和谐，是和声哦。也可以这么说的。风间，你想穿穿看吗？不要，我真的不行。抱着我的大象跟豆皮寿司还有小屁屁的合身感，真是受不了。来了，别客气了。就跟你说我不要了，为什么我要穿你穿过的内裤啊？我想穿穿看。我想知道穿上旧的动感超人内裤是什么感觉。那么，肯定不行。现在好。不要半途而废，要拿出勇气。真难，你还真好意思说。好。
暖的触感通过我的屁屁一阵阵的告诉我小新有多珍惜这件内裤啊，对吧？对，这就是让新之助感到安心的爱与正义的和声感。爱与正义真是一句好话。有这么厉害吗？风间，你不穿没关系吗？不穿的话会后悔一辈子哦。那么我要。不行了，不要勉强他嘛。说的也是。一穿上就全身来劲。对，我是无敌的，不管有什么事我会一直守护新之助的。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力量。要开始了，动感超人内裤。动感屁屁滑行。不要太逞强了。没问题。动感屁屁风车。没问题，丛林健身房看我的，快上吧，新之助。动感力量最大输出。搞不好会破掉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还好。不用担心，这种程度没什么。小心。还可以再穿，已经可以了吧？怎么了？屁，我的屁，我的屁，快放出来了！不要来我这里！去哪里了？妈妈，我掉了。哎呀，又别了，新之助，我不会忘了与你共处的每一天的。再见了，我的动感超人内裤。那就来买这个吧。小新太好了。